场相声《红事会》，表演者高峰、栾云平。谢谢朋友们。来到南京啊，特别的激动，因为什么呢？一下飞机啊，就感觉到又年轻了，冻得跟孙子似的。刚才两个演员说的不错，一位呢叫小龙，是于谦老师的徒弟。对，你别看他叫小龙，他能听得见。他不是真的，真龙就上天了。旁边这个搭档呢，姓姬，叫这个姬潇同。对，小龙姬潇同，两个人呢配合起来也比较默契，大伙很喜欢看。各位南京的朋友对相声都比较熟悉，啊，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他们都很熟悉相声，所以有特别的朋友就没有亲自到场。在家就复习。其实那个方阵，你看那个方阵其实都有，他们是单独包的那个方阵。眼睛人高长，别过墙，这都往那边一坐，他们一叫唤，像你。这个相声就是这样，闲聊天。哎，你看刚才这两位合作起来比较有意义，为什么呢？一位于老师的徒弟，一位郭老师的徒弟。哎，郭老师跟于老师就是好搭档。哎，他们的徒弟又在一起搭档。郭老师、于老师的师傅就是好搭档。是，哎，郭老师的师傅叫侯耀文，于老师的师傅叫吐鲁番。侯耀文、吐鲁番，叫石富宽。石富宽去过吐鲁番，那是有可能。哎，侯先生、石先生黄金搭档，嗯，啊，可惜的什么呢？这对搭档呢不得已分开了，哎，因为侯先生故去，身归大事。对，英年早逝，59岁就去世了。对，我们在惋惜之余一查资料啊，对侯先生多了几分敬佩。什么意思？为什么这么讲呢？因为侯耀文的师傅叫赵佩如，嗯，赵先生就是59岁去世的。侯耀文在岁数上立志不能超过师傅去。一看要我59了，我猝死吧。侯先生就这么走了。说猝死就猝死。现在就看郭德纲的态度。郭德纲52了，马上过年就53了。他是天津人，天津闺女是虚6岁。这门户都没拿过退休费。你可以那什么打破这个封建的迷信，是不是？我是病退。哎，他是郭德纲老师的徒弟，还不是一般徒弟。郭德纲的爱徒。哎，大家都知道，郭德纲徒弟很多。120多个，爱徒有限，才114个。基本都挺爱。对呀，不爱能收为徒弟吗？是。但是郭老师最喜欢的得说是他。哎呀，为什么这么说呢？种种迹象您都看得出来，德云社的大事小情啊，不跟这个姬潇同商量，都跟他商量。姬潇同商量？姬潇同也是郭老师的徒弟啊。不是所有徒弟都得投票拿主意，那也忙不过来。他是爱徒嘛，跟爱徒商量。啊，他师娘也是天津人，对，也是演员，不唱二人转了啊。他师娘唱大鼓，原来也没唱过。对，有什么事儿跟他商量。天津人，哎，爱徒过来。形容你师娘，我形容你都是我。爱徒过来，一说爱徒过来，什么这个姬彬彬呐，什么时候姬彬彬什么的时候，就是姬潇同，那叫姬彬彬。姬潇同啊，什么这个小龙啊，什么这个于谦啊，什么庄子健都不过来了，都不过来了。一说爱徒啊，天人脸过来了。啊，师傅师娘，什么事啊？您这样您客气，这样子这样。我问您啊，我给您师傅老拿不准主意。您说我们现在这状态还要三胎啊？跟他商量。要放三胎也不好商量。重视您，啊，甭听他造谣，怎么造谣呢？人家自己就定。反正什么事儿啊，都很尊重你，就是拿你的话呀，特别当回事儿。
当然了，德云社不可或缺的一粒重要的棋子。我就埋藏很多年。真的，不是我吓唬您啊，您一定得注意，所有的事儿基本都是他们参与决策。吓唬谁呢？啊，各位朋友啊，了不起，您还了不起？不行啊，不行。你看，一腔热血都洒在舞台上，都奉献给德云社，对吧？您为什么能做到这一点呢？家里边比较支持他，是对不对？对，哎，家里边这些个成员呢，不闹孩儿，什么叫不闹孩儿？就是没有那么些个事儿，哎，就是这意思。啊，您家里头现在生活很幸福，哎，可以，对不对？是是啊，您家里头生活幸福吗？哎，幸福。您家里现在还剩几口人？还没死绝呢。什么语言？什么叫还剩几口人？我不知道您家情况，就您家里头有多少人吧？我家里有多少人？不到十口。哎，不到十口啊？哎呀，那还可以。哎，都挺好的吧？都挺好的。家里人都挺好的。都挺好的。都谁挺好的？您问谁谁都挺好的。哦，问谁谁挺好的。哎。那就不问了，我可没问啊，朋友们，我没问，没问不问，咱说灯谜，行，哎，非得问问，问谁都挺好的，问了等于没问呢，哎，非得问一问啊，您父亲好啊，哎，那倒好，我也好，谁问啊你？我告诉你啊，我给你父亲问好，你得转达给他吧。你父亲说了，哎呦，别给人家问好去，你不知道我好不好啊？提前告诉你，我也挺好的。我知你挺好的。哎，你父亲是具体啊？不对，不对，还是这边没有法国人。这句话不对，不是法国人，是吧？您父亲，您父亲礼拜几？这本来是礼拜几啊？对，不是这意思。您父亲是，您父亲是。您父亲是，别选这句。您父亲是不是父亲都在毕业啊？您父亲，您父亲几门大几？你要干什么？就是你爸干什么？不是，哎呀，您怎么回事啊？我都没说话，我就是，哎呀，就是你爸爸干什么？不是，哎呀，怎么说话？你怎么听不懂啊？就是说，你父亲他几岁狗？那牲口才几岁狗？行了，开篇了，就是你爸爸还有多少圈啊？人伦呀，就是这意思，就是你父亲他活多少日子了？行，我知道你要说什么。活几天了？我那倒数日，你算，活了多少？一万多。一万。就你爸活多少日子了？你爷死的这句话是，怎么这么说的啊？你石家庄的吗？您呀、啊，想问我父亲哦，多大岁数？怎么表达呢？我想说句文言文，那得说高瘦。高瘦，又高又瘦。哦，齐彬彬。齐彬彬是又高又瘦，他是又矮又胖。原来又矮又胖。齐彬彬减肥成功啊！各位您不了解他，刚才说相声那个姬晓彤，原名叫齐彬彬。减肥减了140多斤，减掉140多斤，腿还在啊？不是巨腿啊！减他俩腿都真的，减肥减掉140多斤，咱给金彬彬鼓个掌，也不暖和暖和，是不是？所以呢，原来挺胖，现在一瘦下来，显得个儿也高了，人也精神了，对不对？又高又瘦，咱不是说我父亲吗？好习惯，饭后百步走啊，活到99。
哎，吃饱了没事儿，上外边溜溜食，不消化，就别摔着就行。是每天呢走一万步。哎，您那个那个什么那个，别胡说八道，兄弟，也别胡说八道。你不就为了那什么吗？把这导播弄进去吗？六十不是说六班，六班就是六班消食。我爸爸六十岁。哦，岁数，对，岁数年龄是六十岁。嗯，娶媳妇了吗？还、哎。别抓点紧了，因为什么呢？条件不能太高了。你爸退休金才三千多块钱，你干嘛就能报多？不，不是。媳妇儿，不是，你没想到，我刚才你说没娶，不是，娶了。哦，那行，那我就放心了。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放心，你让我老了走哪了？哎，你母亲好吗？哎，还倒好，我也好。怎么又是你？这必须得用我的电视啊，管不着我，他好了，我记得我看了。反正就是你母亲挺好的。你母亲今年她是高寿啊？这些词儿用的好。你母亲高寿，跟我父亲同庚，一块种地。哦，一块耕地，同庚嘛，一公牛一母牛，公牛在那儿靠着犁那儿耕地，母牛在旁边加油。啊，谢谢吧。一块耕地，同庚同庚，就是我爸我妈呀，一边啊。双胞胎。不好，不好，双胞胎不行，双胞胎结婚容易生傻子。原来我还不信这个事儿，现在我信了。他老怎么办？我说都比你说的好。大伙证明一下，你是双胞胎的结婚的产物。一边大还是双胞胎？双胞胎就是一边大，不同你。就是当时，双胞胎就是一边大，就不是啊。我跟你说啊，就我妈呀。也是六十岁，哦，你母亲也是六十岁，我们岁数的这个巧合，对对对，你若你给我扇得着，挺孝顺的，你看，也六十，哦，嫁人了吗？嫁人了，你赶紧张罗，我张罗什么张罗？啊，没嫁人我咋了？还是你咋了？哪来的你？我捋捋啊，朋友们不要被鸡彬彬扰乱思路。我捋一下，等于你的父亲和你的母亲都是六十岁，对，你父亲也娶媳妇了，对，你妈也嫁人了，对，太好了。我对你有看法，哪一点？哪一点？来说其中一点。对，对对对，先说一点。你当着各位亲爱的南京朋友，嗯。所有南京市民都在这儿了，有代表了。当着各位南京朋友，你在这儿摸着良心，我良心在肚脐眼儿啊，你心重都下垂了。摸着良心，你说啊，当着各位朋友，你说咱俩这关系怎么样？表面上，凑合不行，下一个定义。咱俩好朋友，你有多紧？你这手比我还凉，太仁慈了，我都，人家带着暖宝宝都借给你，还好朋友，舔着脸，好朋友，好朋友。既然说好朋友，你说你爸爸娶媳妇，你妈嫁人，这么两件大事儿，那有吗？不是两件，几件事儿？一件。行了，一块半省钱呢。不是为了省钱，您家这么大的事情，为什么不请我？是这还好朋友，你说你爸不娶媳妇了，你妈都嫁人了，这么大的事儿，不给好朋友送个信儿，看不起人呐？35块钱的份子我掏不起吗？所以说得多35呢。我们都按黄焖鸡米饭定的价。你是不是？哎，你是不是嫌弃我？什么玩意儿？不是因为这个事儿嫌弃的。为什么不给我送个请帖？我跟您说呀，气死您！别，不是气，您是冻死。老父母啊，结婚那天我来，我就四下来找啊，寻你们啊。我在这等待着。可是你给我上哪儿找不行？上哪儿找我？我还在那儿住
这老能弄呢。哎，你上哪儿了？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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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北京市东城区，对，是个大和尚，是个大和尚。怎么夸你大和尚？你刚说的呀，后来还俗了是吧？大学生，学生，那你这个发音不准确，重音不对。大学生，大学生，哎，没有说大学生不行，是个大学生，对吧？大学生，我父亲呢，住的东城，东城区是个大学生，对，佛学院的大学生。什么学校？咱哥，咱好好说。什么学校？不要太放松了啊！什么学校？怎么还问？大学生，你甭管什么学校了。哦，我妈住的西城，西城区是个大姑娘，是个大姑子。就念经时候认识。大姑娘，大姑娘，行，算姑娘。干嘛算了？就是姑娘，就是姑娘，俩人呢谁也不认识谁。那后来怎么就认识了呢？中间有一介绍人，哦，是个街坊，是街坊，姓杨，嗯，是个老太太，哦，杨媒婆，哦，杨老太太，对，介绍人，媒婆，媒婆两头说，又为钱又为车，哦，是吧？对，走走的媳妇串着，哦，串闲话。不是转钱，那是到我母亲那边呢，是我父亲好。嗯，到我父亲那边呢，是我母亲好。全是瞎话，我实话实说，这真好。假如这两边的这个觉得条件也不错，怎么样？也挺合适啊。那下一个叫相亲。哎，相亲，嗯，这回行了。啊，一相亲呢，俩人就见面了。哦，一见面一聊天啊，他可以说什么呢？感情叫迅速升温。不是，嗯，先别升温。这俩我希望升温。那。
对，你母亲呢是20来岁一大姑娘，你母亲的娘家一没治嫁了，二也不要彩礼，没有任何条件的把你母亲就租给你父亲。那是账，这事儿别提账了，你不更冷了？账吗？我们要租啊，那不行，这桌上那头，那桌上那头是许配。哎，对对对，许配给你父亲了。那时候你父亲的生活条件比较拮据，比较一般啊，跟我现在差不太多。你告诉我，人妻比不行啊，独立成家，全靠自己。你父亲呢，完全自己的操持这个仪式。先到这个杠房，杠，没敢要四十八杠，要的是什么呢？不是，那杠房白是死人才去杠房。这上结婚。婚上干房啊，结婚得花轿布，那个花轿布带干房，红白喜事一条龙。什么买卖？就有一条龙服务嘛，卖那个五分都有。不红是一条龙的，没有吗？白是一条龙啊啊！反正到那儿去了，要的是什么呀？24人的小台，一丈二的明镜，30对雪柳啊，一堂师傅经。这还是出殡的，去了不能白去啊，得找人要嘛。花轿啊，就是那八抬兄弟欢轿，对，马汉执事是啊，宫灯串灯子孙灯，对，宫灯串子孙子灯，子孙灯，对，然后到棚铺请师傅搭棚，得搭棚，得办事啊，是搭的是几几天棚，中府二楼过街牌楼，蓝白纸花搭的彩牌楼，正当中写3个字：当大师。孟子曰：“养生者不足以当大师，唯送死可以当。”行了行了，您这还是白是贵的呀？哪能啊？这搭平棚，托养扇，木四犄角满带花活，彩灯的彩架子，迎门桌，还有蓝门桌。对。对对对，为啥开始气口我听懂了。桌上不能空着，桌上不能空着，桌上空着不吉利，知道吗？摆点东西，摆的闷灯五供，香炉蜡签，苹果福喜字白饭，一碗大头饭，他打狗罐，一大锅，还一大锅片。你们家是不是死人死惯了？你们家办事儿。买什么？买的是，买的是天地马，天地马，铜玉五铢，哦，红彩绸，一张弓，还有3支箭，还有热水袋，哈哈哈哈哈哈。哦，还大照片呢，大照片有吗？这叫大照片啊，结婚照啊，那得挂墙上是吗？哦，然后看到时间了，时间到了，叫吉时已到，准备发引，发引取兄弟，对，来对。不是发言，时间到了，准备发牌，对不对？时间到了，准备发面，时间到了，准备发红包。你有多少词儿可说啊？时间到了，准备行了，发，别说了，准备发什么？发心，这不叫吗？发叫，时间到了，发叫，时间到了，发叫。哦，别删了啊。发叫啊，就是叫的出门，不是冒泡的意思。是吧？不是冒泡，不是。嗯，刚要发轿，来人了。谁到了？来了9个和尚。和尚是干嘛？敲锣打鼓。不是，都是你父亲老同学。还是和尚啊？老同学，老朋友。你父亲啊，朋友特别多呀。特别好。哎，来了9个和尚，道喜来的。和尚们家道喜。和尚道喜，然后晃着圆走了。和尚刚走啊，又来13个。老道。老道吗？吹鬼手，什么叫吹鬼手？吹鬼手就是那个五号队，上过小学吧？啊，我那五号队，这是坠子吧？五号队。你父亲那个屋子里吹哪一通？吹鼓手，吹鼓手，对吧？就是你父亲生前最喜欢什么曲子？什么生前？婚前，婚前。
天，结婚之前最喜欢什么，就在这屋里头吹什么。哎，热热闹闹的，吹大一通，这叫想房子，热热闹闹的，对不对？是。哎，花轿出门走了，这边一直吹呢，还吹，吹什么？吹你没完了。哎，等接回来才能停呢。花轿出门走，到你姥姥家，又你外婆他们家里头接你母亲来。你母亲因为那个时候年轻，没怎么结过婚，所以呢，都要没怎么结过，就没结过婚，没结过婚，心里头呢有点紧张，有点害怕，该上轿的呢不敢上，不知道里边有什么机关呢、消息埋伏啊，一上去就漏下去。这时候你外婆、你姥姥最着急了，哎呦，怎么不上轿啊？别误了时辰，我去吧。你姥姥结婚呢、啊，他有经验呢、啊，他得劝我妈上轿。就是啊，怎么了？你这他要干嘛去？就是劝劝去啊、哦！我去劝劝去，这里劝劝他当新娘子，我去，他都熟透了。姑娘啊，我知道你离不开妈妈，妈妈也离不开你，别了。这个短面多乖，别误了时辰啊！上轿吧，到那头啊，要这个勤烧香，多拜佛，多干活，话少说，孝顺公婆，出入和尚有知有德，就算得，就算得。我姥姥还会数来宝，我听他姥姥那时候专业唱数来宝的，据说是王宝运的。师承很明显，是不是？你姥姥王皓月、赵国柱、王印泉，师承很明显。劝你母亲的时候，哎，上轿吧，啊，快点，上轿吧，啊，上轿吧。哎，你母亲一看，得了，自个儿亲娘都说了鬼子了，给台阶儿就下吧，得了，就下来了。没上去，下台阶上轿了，没说清楚。哎呦喂，上轿心里也是难受啊，哭出来了，抑制不住哭出来了，哭出来了，离娘泪。对，你妈一哭特别动听。他怎么就多走道了？你看遇上拐弯的时候麻烦呢。
第一个人扬眉吐气，这个想拐弯一拧身过来了。对，第四一个想拐弯。这四个抬轿子的，哎，这回行吗？上面四个抬轿子比喻十条腿，你妈在里边走着。哦，结婚没什么意思，太累。抬轿子拉到门口了，你看你看看，又怎么那么些嘴啊？派人把大门咣当一关，不要了。不要？不要？怎么不要了？要就关门吧。这叫秘密信。男的信？嗯，什么意思？有点迷信。哦，紧跟着从这院里头找出一挂鞭炮来，噼啪砰砰，噼啪噼啪，放鞭炮啊，这崩动煞神，这都是迷信。对，紧跟着什么呢？花轿落地，新人下轿，下轿有人指挥，花轿落地，花轿落地不行，花轿不要落地，高起，花轿高起，你看那抬轿一个一个，胳膊一伸，花轿起来了。你妈从底下钻出来，叫的都没影啊，影还在半炕呢。应该是什么呢？新人下轿脚不沾尘，对，就是脚上不能沾尘土。嗯，这点已经做不到，做不到，土都埋一半了。走沙漠，走一趟。但是这个形式得有，是呼红毡，倒西毡，一倒倒在灵堂前。对，灵堂结婚得喜堂前，一倒倒在喜堂前。紧跟着什么呢？要这个卖马鞍子，咬一口苹果，这叫平安吉庆，这是吉祥话。对，紧跟着让你母亲卖火盆，哎，钻火圈，走钻。有吗？都有啊，绝对有，有这个还让新娘子出一节，有这仪式。什么仪式？狗熊才钻火圈呢。啊，对，让狗熊钻火圈。你确实是狗熊啊？狗熊啊，这这。没有狗熊的事儿，没有狗熊，先回去，回笼子，滚，走啊！没穿裤子好。